台币升，日元贬，赴日采买抢购继续成为大显学。然而赴日采买需要几天呢？是10天、5天？其实答案只要1天。我会选择买这个价差比较大的这个家电买，因为价差大啊。一天采买，时间就是金钱。达人传授心法，关键就要懂得舍放。通常单价越高的商品就要列作优先采买项目。在价差大、日元便宜、退税三重好处下，比方这台名牌吹风机就比旁边的美妆商品省下好几张千元钞。那在东京的成田机场跟大阪的关西机场附近，就是坐车不用15分钟，都有一个outlet，从鞋子、衣服，甚至也有一些药妆，然后什么都可以找得到。有计划，离成功就不远。达人心法传授第二招，一定要事先规划好购物点，宁可挑选一两次就能买齐物品的卖场，像电器动漫就可锁定东京或秋叶。此外，动线都在同一条捷运上，或是离机场近的购物中心，完成率相对提高。网速非常快的网咖，然后可能会占2-3个位置，就是说同时开电脑，然后呢在1分钟前就狂按，然后就点进去，点进去就赶快买。一天日本 shopping 游，抢到联航机票就成功了一半。达人提醒，一般联航2小时前就得报到，因此一定要设 shopping 停止时间。看看达人一日 shopping 行，星期六凌晨搭机启程，到达当地一路采买到夜深，接着再搭隔日联航回台湾，机票、交通加餐饮4000元台币有找，却能买回吹风机、无水锅、香水和满满的日本零食泡面。光电器香水就比在台买省下12000元。我很想啊，我觉得这样很有趣啊。他们的心得是什么？应该是累爆。省钱省时间，代价就是要有好体力。出发前最重要，别忘做评估先。记者郑仁忠、严靖宇台北报道。